开始，牛尾熊开始说他进不来，直接随便。哎，我在那个露天泳池出来那边，我就是狼，有看到尸体，他就是狼。哎，五号从那边走过来，先跳舞，先跳舞。来，我跟你们说，我在经过之前，我看到十号也经过了，我看到他没拍，我才跟着没拍，好不好？我以为他是法医在看脚印，我就走了。不信你问他。我刚开。打电话来话去，因为去做完五轮，然后呢做完第一个准备去做第二个，就被叫过来了。我的话只剩接机厅打游戏，其他任务已经接完了，再看有没有可疑的人。然后有经过九号。Hello。有吗？你有经过我吗？其实我忘记了谁了，但是我好像看见不知道是粉红色还是蓝色的人，跟我在那个月蓝色的里面做任务，然后我就走了。现在在那个监控室里面做任务，然后就有人按报告啦。我外挂了。我只是在想，就是明神职三个都出来，为什么不等法医验完再去拍，还是怎样的？你听看，还是怎么紧要关头给我断线？他是唯一能证明我清白的好人呢、欸。他看起来就像法医，这局也要出吗？九号，你刚刚说你最后在哪里啊？我在哪个监控室啊？是不是监控室？你在工地室啊？我不知道哪个是。
是法医耶，他真的是法医耶。王子明呢？这人是谁啊？进阶。啊，没什么，这很少人。